我对着你后边，你弯落，啊弯落后边堵的，安那。警方锁定前方车辆，就是柬埔寨人蛇集团的诈骗成员。警车前后包抄，团团包围，持枪要求嫌犯下车，当场逮捕。没有。远警兵分多路，一一突破在台人蛇集团。台南一名16岁李姓少年跟诈骗集团发生修车纠纷，潜伏不出来，居然就被中介卖到柬埔寨。期间不但被殴打，甚至还被转卖到缅甸。透过外交部协助，才顺利回台湾，也逐一逮捕诈骗集团成员。妈，台南市警警察发起大案，以蔡贤为首之人蛇集团。查扣现金、本票、棍棒等证物，顺利侦破11起相似案件。连家长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就是共犯之一，只因为修车纠纷，目前警方已经拘提在台湾的不法人蛇集团，查扣棍棒、辣椒枪，还有被害人护照等证物，将持续掌握境外犯嫌，往上追缉，以免再有人被卖到柬埔寨。记者赖冠璋、林智慧台南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